也扛不住，大胆的砍吧，好吧，大胆砍五号，法器秒一号。法器秒到三号，宝宝跟那个三是吧？没效果，能不能飘中两个？妈的，队伍很恶心，这队伍。叶老师摇人摇的固定伤害太凶了，把这把宝宝清掉就好了，这宝宝清不了就不好了。多飘中几个吧，可以，两个飞机飞不出来，五个叶罗刹，我怎么觉得对面摇不死我们了？死定了！假咬死了五个，咬太凶。散爆。死因吸了是吧？死因吸了，化身的宝宝拉啊！化身的宝宝拉，什么人点五号爆秒？好吧，点五号秒。大唐的话，化身的宝宝拉起来把一号宝砍了，直接砍死。你那个法王给化身点，化身就有上盾嘛？我感觉这把他们可能要弄化身。死不了，好像操，不对啊，砍一个也不行啊，对面还有说爪子，操了，摇1000起，七火大是吧，这么久，少一个叶罗刹就好了，妈的，看看，我都散爆了，清叶罗刹清的太他妈慢了，总算热波开始。还行吧，这两个叶罗刹，这一个了。六合大死亡，我拉个养护，法器有没有养护啊？法器有没有养护？没有，大唐有没有养护？拉一个养护，没有的话你再我拉我。OK， 大唐拉个养护，拉拉拉，拉养护，拉养护。我感觉我拉不出来。我也感觉你拉不出来，而且小死亡进去了。拿熏把他拽死，没办法，对面速度快，法器你保持秒着啊，群秒秒着啊，只要你法器秒还好，对面的物理伤害不高的，他们这把叶落踏死了之后伤害大打折扣了。法器点五秒，好吧，其他宝宝干一 ，OK。我
我这波上个盾，地府放下掉完你上个盾，好吧，上盾。下波都活了，怕什么？下波就大唐没活了。法神的比我快，地府下位要出神把宠出了，没有人性。好，绿一个能死。不是砍一号吗？地府出宠好吧，化身活血活，能给我女妖村活死活一手好吧，活不了算了。把戏的宝宝给地府顶血快点。对我太懂了，他妈的！守卫。哎，地府，取命炸这么多，他妈的！我给你把消失王解了，我拉地府啊，我拉地府，法系的宝宝给自己卡，和尚的宝宝拉大行 ，OK， 和尚宝宝拉大行啊，我这五龙丹能给你吃得上不？对面他妈拉虚名拽你的，感觉吃不上这，爪子还没用啊，你躺下吧，你躺下吧。化身的比我快，他妈真是！阿西给自己吃不上了。妈的，五个夜罗山能把化身咬死，他妈的真的是恶心的要命。波波拉大行，大能出宠，宠出了。法系能出宠吗？出个宠，自己出。没有无间地狱加成的叶罗刹其实咬不死。风中两个他妈的打不过。没输出了，我们挨打了。小马继续给我顶一个好吧，我看有没有吃行的机会。大能清虚秒砍吧，把五号包砍了呗，他明显加笛子给他补了。
这边两个比我快，一个比我快稍微好点，两个比我快，妈你妹的，真是。算了吧，收了吧，下去下去。这队伍太克我们了，妈的！开场封住两个都不行，四个叶落沙把化身咬死。第一场第一回合，还是第一回合，第一回合，第一回合打死的叶落沙还少了，是第一回合打死了一只。就是这么起不来了，关键是起不来呀、啊，池塘行不了啊！妈的，把和尚这咬死了，和尚血量长一丢丢就好了，刚好最后一落他两咬两千七咬死了，血量长一丢丢的话，那宝宝卡血卡上了，是吧？那宝宝卡血卡上的话，他妈就赢了，化身死不了。对面虽然还说爪子，但是对面起码没那么顺畅了。就那个摄魂，摄魂降属性的一落差有两千六，本来摇不到的。满血化身被咬死了，四个叶罗刹，两个破血，破血就打他妈几百几百的打了，一伙清叶罗刹清的实在太少了。